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好，换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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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是成功热舞24届的社长。然后，因为下一支舞是那个大和舞，所以他们现在要换衣服，然后我就来帮他们讲一点话。然后就是，不要，好丑啊！好，今天是就是谢谢各位家长，然后还有各位老师，然后还有各位观众，今天可以来看学弟的惩罚，就是真的很谢谢你们。然后就是尤其是家长们，就是因为。都已经考上成功高中了，所以一定会担心自己的小孩，怎么成绩都考不好，然后为什么要一直跳舞？可是，就是跳舞对热舞社的小孩来说，就是他是一个站上舞台，就是一个梦想，就是成绩也会顾，可是要相信自己小孩的爆发力，就是要相信他们的爆发力，他们学测只考，学测就会考好，对。然后学生没有考，只考也会上台大，真的，家长真的不用太担心，就是自己的小孩就已经考了国中，考了还不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就是看到他们的表演，就是真的觉得很感动，因为从他们还小 baby 高一的时候，然后就这样把他们这样拉拔起来，然后就哦，就真的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就觉得很感动。真的觉得很开心，真的觉得很开心。然后谢谢各位老师帮忙排舞，然后就是可以让学弟们都跳到一场很棒的惩罚。然后最后就是，学弟好吗？好，没有回应。就是谢谢，所有他们的同届，就是我学弟妹，然后你们都很热情支持，对。然后，学弟。学弟，讲笑话，谢，最后我们一起谢天，然后，今天天气不错嘛，就是很感谢老天爷让我们天气这么好，然后就是大家就有意愿来，而且现在高朋满座的，就是哦，我就来秀一下成语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开玩笑，学弟。学弟，帮我问一下，好了吗？嘿，好了吗？好，因为他们等一下会有很精彩的表演，就是真的是，会让你不舒服。对，如果等一下有要自备那个就是塑胶袋什么的保特瓶，就是可能需要准备多一点，还有卫生纸，真的，因为可能会擦不够，对不对？不，就是等一下会有一点不舒服的表演，就是颠覆你们的想象，然后真的很棒吗？真的很棒，真的看他们彩排的时候我都快哭了，是很棒的那种哭啊，就是啊小孩长大啦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种很棒的哭，对。还没，不好意思，开灯，不好意思，来，谢谢大哥。就是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来？现在是学弟的场，学弟的场，不好，学弟的场，不然我们请李叔叔来讲个笑话如何？因为刚在中场的时候，然后学弟就说，希望等一下可以帮我们就是当一下主持人嘛，不然我们这要换衣服会很不好意思，然后。那个李叔叔就跟我说：“志炯，我这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，等一下我要讲给你听，啊，不然你等下上去讲啊。”所以，我们这里就，对，上来讲笑话，上来讲笑话，欢迎一下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这小丑！哎呀！我要讲笑话。
好，哪一把剑是隐形的？有人知道答案吗？看不见。好，看不见，很好，你很棒，答对了。可是我只有一个笑话，怎么办？好好，我再想一个，我再想一个。笑话，你们知道我今天穿什么颜色内裤吗？蓝色。错，我没有穿内裤。好，不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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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笑好，我们谢谢李叔叔，谢谢。好，学弟，你们真的有点。换衣服要快，你们是男生。换衣服要快哦。欸、你们学弟到了没？好，你们学长到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让各位啊，那你出来讲话好了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唱歌。那我今天是超级接班人第87。好了，站，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我们的大和舞。Straight to the scene. Give it to me, it's Paris. Set for me, it's Paris. Wanna go, Paris.